大家好，我是红蝶，好啦。然后这团的皮肤呢是黑泽沙众，跟我搭档的呢是鹿头，接下来就敌方正明、千峰医生、急救手、咒术师、祭司、园丁、牛仔和魔术师。好，这是祭司吧？套路先放这里，翻过去啊。你翻呢？下去直接打。怎么样？这套路还不赖吧？好，本场的高光时刻就是这里了。哎，之后可能就没有了。不会这么少了，不会这么少了，应该还是会有其他的，好不好？敬请期待。好，盖板，翻过去，过去给你再下。好，本场的高光之二的时刻，总算又解锁了一个高光时刻了。我来看这局能解锁多少场高光时刻。好，继续来追这里，过去跟过去，这个是谁？前锋来撞我，给个兴奋，毫不犹豫给个兴奋，不要浪费嘛，对不对？不是不要浪费，就是不要省。好，我继续来追，应该没追丢。又过去，又过去了。等一下，好看一下是直接往前走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是谁？急球手要来关，又来一个人，现在是过五关斩六将，是不是？现在急球手要来干预我，他确实成功干预掉了、欸。那祭司跑去哪里了？哎、欸，祭司嘞，一溜烟人就不见了。好吧，他们两个确实是干扰的很好。前锋撞浪费掉个兴奋，急救手再挥一下球，所以呢，整个就是不见了。哎、欸，这谁？牛仔，好歹帮一下鹿头嘛，是不是？要、啊、过去吗？勾，勾的好，勾的太好了。好，我来捡尾刀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是捡尸体。啊！前锋来偷袭，鹿头补回去，太棒了。好，我再打下前锋。之后呢，谁要抓他抓，那我来追前锋。好，想干嘛？想干嘛？还想造次是不是？还想来啊？哎呦，飞轮，我撞！哎呦，不错，这个路径很凶哎、欸。这前锋真的玩得很凶哎、欸，超凶猛的。好，我喜欢勇猛的男人。这样讲是不是怪怪的？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喜欢壮的男人。这样讲也怪怪的，我喜欢身体健康的男人，这样可以吧？这样可以吧？好 ，OK。等一下哦，翻过去了、欸，好，我过去，然后打一下，好，打到了又回溯，我们来买个东西好了，这张消息不行。好，我该买什么好东西嘞？该什么嘞？技师在那边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哎、欸。前锋，前锋想买东西，那遇到我。前锋为什么要来这买东西呢？是不是？好，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。看我的性感小蝴蝶，打。好，可以了，解锁最高的存在感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呢，移速变很快。哎、欸，居然给我进去洞里，在那里吧？会更丢吗？我似乎是又跟丢了，是不是？人就这样又一溜烟的就不见了，真的会气死哦！欸、医生，居然这样被我补到刀，好吧，就算捡尾刀了。这次是莫名其妙捡尾刀，我只想追前锋位，哪知道突然间杀出一个医生，而且是个残血的医生，我也没有办法啊。好，那就先放地下室了。通常放地下室呢，拯救的意愿呢都不会很高，会降低蛮多的。对，除非你是祭司，要不然其实基本上放地下室真的觉得很烦。哎，人数众多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有人是不是被纠缠了？哎，是哎、欸，哦，看到我了，谢谢解他刀，再来一下，两下哦，好，最后半下，但是我也没差没意义，因为还是要打一下啊，我不是鹿头是不是？好，可以了，哎，回溯再打，烟抽到板。这个板抽的还不赖，好，急救手倒地，抓起来，医生，地下室吧，哎呦，哎呦，再补一个前锋哦，太帅了，真的太帅了，好，抓起来又一个前锋，然后，哎，祭司，祭司，祭司，再补补补补补，没回到，可恶，没回到，可恶，气死我，再补，再补，完了，我贪多了，我贪了，前锋要放下来了，应该说前锋要挣扎掉了。不过前锋还有球吗？若是无球，我就能让你再倒下去。
他没有球欸。好，只问你上椅子而已，是不是？我先放这里好了。地球手倒数快结束了，等等椅子可以抓交替哦，是不是？如果被救掉的话，好，前方慢慢爬，救掉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可恶，可恶！啊，气死！好吧，我先把前锋给捡过来。欸，他想干嘛？想摸，想摸，想摸，干什么？放开你的手，放开你的脏手。好，我们先放一只。好，可以吧？这局应该……欸，飞不过去啦。是谁？园丁吗？讨人厌的拆椅子的园丁吗？好，我现在先买道具好了，买一买应该差不多了。总是要让自己变强，才有办法养家活口，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前锋快倒数结束了，但牛仔倒数结束了，所以牛仔现在可能会被救。那我现在过去吗？还是要守前锋？我现在到底要去帮忙守牛仔，还是前锋鹿头在那边吗？不知道，反正前锋要倒数，来吧。谁来？哦，园丁，靠他爸，果然是个靠霸主啊！欸，挡我，而且挡我很好哦。他要用香水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他跑得远吗？你有球吗？欸，他其实还有球欸。我觉得球是别人给的啦，是别人给的，因为我刚刚没看到他的那颗是萝卜吗？红萝卜球没有，没看到。又是你，咒术师，完了，他四成奏像了。干扰我很容易啊！好，先给我一层是不是？然后再来补个三层是不是？会让你补到吗？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被盖板啊！被盖板了，但是兴奋要用吗？先不要好了。兴奋不是用在这里的，我要忍住。兴奋是用在三层奏像的。好，等一下这里继续绕绕绕。哎，在这里哦，很会躲吗？可以。可我没回到，可以，鹿头勾得好，耶、yeah! ！哇，坐在这个飞轮呢、欸。好，先修好椅子，修好了，可以放了。这搭配的还不错哎、欸。前锋要飞了，第二次，哇、哦，海神怀表，烦死了。先回房，这谁？魔术师想救。被勾回去了。哎，魔术棒是用掉分身。哎，正则道，正则道，帅！鹿头加油，鹿头再勾一下。鹿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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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鹿头。好，你去追魔术师，我来追前锋好了。这个是急球手。好，先倒一个，他没抓魔术师，他没抓魔术师。但是，好，倒两个。波及上最后的一台了，解掉了，解掉了。前锋是必定飞。所以等于是解掉，然后飞两个，这个有点危险啊，这有点危险。对，虽然胜率算是蛮大的，但是有点危险。好，先过去。有人在开大门吗？欸、有玩偶，先弄掉。好，在哪里？在那里哦。哇，遥控器还拿在手上哎、欸，有没有珍惜啊？来会会你。那、啊、人在哪里？哦。是在摸吗？是哎、欸，医生哎、欸，医生上过椅子的，所以让他飞应该不难。好，来吧，医生，接下来下个就是你了。穿红色的衣服，如果有怨念死掉的话，应该就会变成我这个样子吧。所以是下一个红蝶嘛，我再培养下一个红蝶。好 ，OK。充满怨念吧，恨我吧，可以尽量恨一点没关系，不够怨恨的话，没办法变成红蝶。好，哎、欸，买个愤怒剂就更恨了。好，再买个黑色污泥洗脚水。好，医生要飞了，飞吧，恨吧，憎恨吧。好 ，OK， 来世做红蝶啊。好，看一下这是谁？咒术师。哦，补补补补补，可恶，没走远。哎、欸，可以，可恶。可以，可恶！好，达到了，捡尸，捡尸！哎、欸，四个，四个，四个了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拜托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！
随便谁都行，击球手、祭司还是魔术师都行，人数众多欸。看一下那边是谁，进去了，他在追谁？哦，又是海神怀表，不是吧？海神怀表就是一个麻烦。哦，可是宙斯，我觉得应该有人去救吧？是不是？因为平局他们应该不要吧？打到嘞、欸，好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！现在宙斯要回防一下下。啊，等一下，拆板啊，没过板，没过板，等我一下。好，可以了，我守住了。哎、欸，这谁？击球手还在这里。哎、欸，被打到了。耶、yeah, ，赢了！老实说挺惊险的。